斋念佛，诵经打坐，又有几个真的心如止水、清净无为？你看看，这大风大雪的，还要这么拼命，一定也是为了那个玩意儿。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动不如静，有财无命。既要送死，也不拦你。小西天土地在此恭迎天命人。盂兰会上，世尊说过，众生之苦多因不守戒律，放情纵欲。要我说，放屁。
听过关于他的故事。有人说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，封了斗战胜佛，从此留在了灵山。也有人说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，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。还有人说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，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。咱们两个被灵虚真人拿去下酒。大哥，山门口那边好像传来些响动。别疑神疑鬼的，我大哥在这儿把守，哪个不识相的回来找死啊？那些狼崽子看不见，别以为就能过了老子这关。清修，又是只猴子。施主不如放下棍棒，也同我学点佛法如何？是黑风山的土地，在此候你多时了。笑，真笑。再往前走就是观音禅院。
当年也是香火鼎盛啊。只可惜，那场大火哟。后来啊，这禅院又被重建了。哎，可人心若是烧没了，修好一座破庙又有什么用呢？小老儿先走一步，等你过了前面的栈道，咱们自会再见。那厮是黑风怪的道友，自称灵虚子，以你现在的道行，走了，小猴子快逃，还来得及。你若进了这道门，便回不了头了。
我在许多奇怪的梦里见过你们，你们因缘际会走到一起，怀着各不相同的目的。你欲成前人未竟之业，修功德圆满；你执着后世传颂之名，求位列仙班；你想跳出三界之外，图个清净自在；还有你无所挂碍，吃顿饱饭便善哉善哉。可我早就看穿了你们，满嘴的情怀大义，一心的世俗名利，唱什么命不由天，却笃信自己才是天命之选。可悲的取经人呐、只要心中还有放不下的偶像，终有一天他将化为修行路上无解的业障。
无有因，头悬是草何故？无有因，四读诗馆何故？无有因，诸色往往何故？无有因，慈悲颠倒何故？
光学动斧啊，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技术不新了，现在基本所有的项目都在用，但是成本还真的不低，几年前我们还是不大用得起的。小团队嘛，出去租棚开机费大几万的，一天数据下来十几万是跑不了的，当时的游戏也不需要精度那么高的动画资源，风格也不一样。我当时就说，现在既然这么多人关注了，干脆就咬咬牙自己建一个动物盆，起码可以省下开盆的钱，也为后面做一些技术积累。但后来发现还是想简单了。你想啊，动捕演员都是人，所以最合适的动捕对象只能是和人类一样的双足角色。这问题就来了，咱们从小都看过很多的中国神话，厉害的妖怪都是由动物修炼成人形的，动物可不是双足形啊。四足动捕呢，在全球范围内成亲，这么着急做什么？叫你编排我，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的小蹄子。哎呀，好姐姐，就饶了我吧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新郎官来了。我来迟了，妹妹们久等。
我到母亲日思夜想的是个什么俊俏郎君，怎么生了这般憨丑？嘴脸是有些阿杂，不过母亲喜欢就好。丑是丑，听说以前倒还有些本事。为了抓他，母亲的家传宝贝都用上了，可是费了姥姥劲儿啊。哼，二姐姐真是勤谨啊，捉到好东西也不先让妹妹们尝尝。妹妹好大的气性，母亲心心念念要嫁的人少根指头，咱们都没好果子吃。嫁了她又有什么用？我们还不是一辈子守在这鬼地方，连你也不晓得。想看就去前头看。我说妹妹们，这还没开始行礼，你们就急着要闹喜糖了。嗨，不过是母亲修炼用的精元，我们呐别操那没用的心。姐姐，人我就交给你，一路辛苦了。姐姐，母亲是老糊涂了，妹妹们又不晓得事，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？你就当心疼心疼母亲，也是我们做儿女的尽一次本分。我何尝不心疼她？她数十年的病根一直好不了，正是拜这蠢物所赐。不恨就罢了，还这般作践自己，我是咽不下去。有些事情不看对错美丑，更不论强弱输赢，都是机缘巧现编织的宿命。姐姐，你我当时都未出生，不曾见母亲用过的情，自然也参不透她今日的痴心。师伯那边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借来的福分，能多享一日，也是好。你随我来，前面便是母亲的兰房了，这里有几句话要叮嘱你。母亲平日里都是好的，唯有吃饭时只爱独享，千万别去沾惹她。还有别细看她的脸，尤其是眼睛。姐姐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我的话你可要细细记住了。快去，别误了时辰。为何相见恨晚，情深却不守？管他虚情假意，花落水自哥哥，你让妾身当得好苦啊。天上果然不是人过的日子，能回来就好。姑娘们，排宴。独立小桥，东风难求。去年此门依旧，也等为君有归。
此番轮回，就别想再轻易涅槃。